不是我打什么你就活啊？东风啊，龙哥我就单叫东风，一条龙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龙哥。多少钱？您就给我40块钱就行。龙哥今天手气有点背啊，别瞎说。那我说我怎么输了呢？找我呀，龙哥。大伙几个月没拿出工钱来，你还在这赌？龙哥，你这是找一妈来管着你，够厉害的。给我闭嘴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妈你干。不是你们俩笑什么？你是来管我要钱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龙哥，不管是谁，咱们得讲理吧。菜市街太古路的粪车是归你管吧？你看你手下有45辆粪车，一桶粪收5分钱，我们得收40桶才能装1辆车。每天我们挣2块钱，交您6成，我们累一天才够您做1个钟头。您自己的钱，您爱怎么办怎么办。您不能拿我们的血汗钱在这打水漂吧？哥子，这丫头没蒙我吧？5分是40，6成是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点数还用掰着手指头算？仨瓜俩枣的，我犯得着蒙你吗？我，你看看这条子上啊，都写着呢。你整条街打听打听，有谁敢跟我伸手？你管我要钱？我看要钱不要命了。要钱行啊，你陪我睡，等我睡满意之后再考虑给不给你钱。睡觉？谁没睡过觉？你今天要是不给钱，我就在这陪着，打吧。跟我玩硬的啊！我告诉你，再硬不过是狗嘴里的一块骨头，我懒得搭理。七饼，哎，你笑什么？吃了啊，就等这个呢。不是打什么你都吃啊？你不刚打的七饼吗？二条，坐。一饼。这个不是你打我打呀？你打三饼，碰，我碰了。我闭着眼都打不出这牌。不是你叨叨叨有完没完？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这是打牌吗你？人家跟你打牌不就相当于捡钱一样？嘿嘿，哎，你来，你来，我让你打一把，输了算我的。来，你赢了，你也不可能赢。来来来来来，二位，不同意，不同意。糊了啊？什么叫糊了？我那真糊了。哎，给钱，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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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，干干干干干干干。糊了，快点给钱，给钱！哎呀，糊了！啊！快快快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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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欠的工钱，这是300啊，我拿走了，剩下都给你。哎，别别别！你拿着，拿着，哎，不用了。不是你等一下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想干什么呀？反正我就是想干你。你臭流氓你！才知道，坐下跟你说点事儿。坐下。什么事儿？我刚才突然间就有这种想法。你别走了，不用回去了，给我当手下吧。咱把这条街横着扫一遍，竖着扫一遍，赢他个底儿朝天，怎么样？
好是很好，干好了还能躺着数钱呢。躺着怎么数钱呀？数纸钱。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？不怕你啊，不怕你就不来找你了。你以后有事别来找我啊，我告诉你啊。龙哥，啊，仓库那边打起来了，让我们现在过去。打就打呗，没看我正聊正经事儿呢吗？哎哎。一天到晚忙着挣钱啊，也不怕累啊。我给你指条光明大道，你走不走？我还是走我的独木桥。不是，海棠，我已经给了你很大脸了，你打听打听，整条街谁敢跟我讨价还价？我不管你是吃了熊心还是豹子胆了，我找你做事，那是我瞧得起你。你还是别瞧得起我了，我还要靠这双手吃饭，我不想这么年轻手就被人剁了。有我在，谁敢动你啊？啊，啊！干哪行有哪行的规矩，犯了哪行的规矩，你就要受到哪行罚。你敢出老千，就要敢把手放在案板上。如果干不了，那就是撒泼无赖。你懂不懂规矩啊？我能不说得好？你跟谁混的？说的是挺好的嘛。不是，我不说了。哎，老板娘，来两个包子。好嘞，两个是吧？啊，对。他的包子你们也敢买啊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？倒马桶，就他那两只手啊，倒完马桶刷马桶，刷完马桶包包子出来卖。你这不说也太不卫生了，怎么是来捣乱的？太缺德了你！就是嘛，走，不要，别走，走，真缺德！你别走啊，这多少买点儿啊！哎哎哎哎，走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想找就能找得到。你今晚有没有时间？我特意来请你吃饭。我等一下还要到酒楼去刷碗，要很晚才结束呢。老板，来几个包子。哎，你帮我去拿下包子，我弄这个。啊？快呀！哦。来三个。哦。一会儿叫上几个人分店把他包子全买了，我给钱。嗯，但是千万不要告诉他是我让买。为什么？我发现你最近废话特别多。我还觉得最近你干的怪事儿特别多呢。敢顶嘴？怎么讲？哎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不会是想泡他吧？继续讲。我跟你这么多年都是女人追着你满街跑，我可从来没见过龙哥追个哪个女人满街跑，看来你是爱上这个马桶妹了。不过是个有味道的女人。我去！我是汪少华，张志祥。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就这样，散会。哦，大年，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。好。海棠。哎。王大年，这海棠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注意点。